预料到送饭这点了，我是九零后的老王，我又来给你们张罗吃喝来了。这要到夏天，我天一夜是不是又都不乐意吃饭了？今天做一个不起火的凉菜，找二师兄借点秋天晚上家的菠菜，要这嫩超的，这个改当价，你给他拦吧一刀。这玩意你不能凉水下锅了，你得开水下锅，你凉水要下锅搁锅里都误糟了它了。开水下锅也不能搁锅里烫时间太长，要我们饺子一分多钟你就养出捞就行，捞出来你搁凉水里你扎它一下子，这样是拌出那菜来的翠绿翠绿的小绿啊。完得找一个胖乎的白胖的这小手给它攥成团卷，把这多余水分攥出去，这公斤锅里烧油，碗里搁点芝麻搁点辣椒段先炸点，这样似的，这样炸出来它没那么辣了，那小树椒段一嚼稀酥那成香了。完了你给它攥好水的菠菜都给它抖搂开，搞上咸盐鸡精、生抽、陈醋、香油、辣椒油跟调料油都给它搞好了，你得多搞点这蒜末，这菜就指它下味呢。完再搞点老爷们都乐意吃的香菜，多搁点。完你把这炸好的小花生粒给它搞里头，你再倒上咱们提前炸好的小树椒段油，这空间你就得上手了，你不能搞筷子了，搞筷子你指定拌不匀乎的，一个菠菜叶跟你那一勺子咸盐全裹里头了，整不好说不定让谁吃了，那家咸的直呲牙咧嘴的。哎，这么一抖了它就拌了匀乎了，你别看是个小素菜，这家你倒点56度的散漏的，你抄一口这小菜凉花的照样给你喝腮楞的，仨老丈人你都得给他喝丢他。你要是也得意东北菜你就给点个关注吧，主页像这样是家常菜还有老鼻子了，谢谢了。